This is Uncle Wilson， 蟲蟲哥哥。今日我想教大家串乜嘢字，就係、是、蘋果派 ，Apple Pie。Apple 同埋 Pie 咧都係 starters 入邊會串到嘅生字喎。咁我哋究竟點樣串呢？即刻嚟睇下啦 ！Fitty spelling， let's go。我哋見到今日嘅白板咧有好多嘅圖片喺上面，因為咧今日我哋要串兩個字，咁所以我哋會有。左邊同埋右邊分翻開嚟串兩個唔同嘅字，咁我哋先睇左邊有個蘋果，咁我哋會先串 apple。我哋見到蘋果咧，哇！呢個蘋果反曬光，粒粒令，好似好好食咁啊！教咗大家先串蘋果，陣間 Uncle Wilson 先食。好啦，咁我哋見到呢個蘋果咧，我哋會咁樣去畫噶喎。哇，反光嗰度咧就好似一撇咁樣。啊，原來 apple 第一個英文字母就係 apple 嘅 a， 即係一個 a。跟住望下蘋果嘅上面有一支棍，跟住有一塊葉噶喎，好似一個乜嘢英文字母呢？啊，原來就係 letter。P 隔篱有一把刀啊，系、哦、我哋去切苹果咧，我哋都需要用到呢把刀。咁呢把刀其实就好似一个 letter P 咁，诶、欸，又系 letter P 嘅 A P P。我哋已经有头三个英文字母啦。然之后，把刀嘅隔篱就有支叉。我哋切完蘋果就可以一粒一粒咁樣用叉去吉嚟食噶喎。啊，原來叉呢度咧隱藏咗兩個英文字母啊！唔知道小朋友估唔估到咧？俾五秒你諗下。好，究竟叉呢度係匿埋咗邊兩個英文字母呢？首先有一個 L。咁跟住仲有個嘅就係呢一度。哦，呢一個係乜嘢嘅英文字母呢？原來有個大街 E 喺度喎。哦 ，Apple 五個嘅英文字母，我哋係咪已經揾曬呢？等我哋寫翻佢出嚟先。首先，蘋果本身就係一個嘅 letter A。咁然之後，蘋果上面有枝嘅小樹枝同埋一塊嘅樹葉，啊，原來就一個 letter P。咁跟住我哋用刀，亦係好似一個 letter P 咁樣喎。最後就係一支叉啦，我哋揸住叉嘅部分就係 letter L， 而叉嗰三支要嚟拮住個水果嘅部分，其實好似一個大家 letter E 咁樣。A P P L E 就系我哋嘅 apple 啦。处理完 apple， 跟住咧就要处理 pie。Uncle Wilson， 请问隔篱嗰个 pie 都有把刀喎、哦，唔知系咪同左边嘅 apple 一样，都系 letter P 咧？冇错啊，好学虫，你讲得一啲都冇错。pie 嘅第一个英文字母就系 P， 咁所以咧我哋都有把刀喺度。都是好似左邊 apple 咁樣，有個 letter P。咁而我哋要食呢個 apple pie， 當然要用刀去切開啦。誒，呢個 apple pie 嘅上面有一支好特別嘅蠟燭喎、哦。啊 ，Uncle Wilson 都有試過喎、哦。有一年朋友幫 Uncle Wilson 慶祝生日，佢哋冇買生日蛋糕俾我，但佢哋買咗個 apple pie 幫我慶祝生日。咁佢哋就將蠟燭插喺個 apple pie 嘅上面啦。啊！咁呢支蠟燭係代表乜嘢英文字母呢 ？Uncle Wilson， 我知道啊！你之前轉 television 嘅時候，呢、這個蠟燭咪就係 letter I 咯。志大蟲，你記性好好、啊、喎！冇錯，呢一支嘅蠟燭就係我哋之前轉 television 學過嘅 letter I。咁而剩低一個嘅英文字母係乜嘢呢？我哋見到呢個 apple pie 上面。哇！布滿咗好多嘅蘋果，轉來轉去，轉來轉去，就好似一個 letter E 咁喎。咁所以 apple pie 嘅 pie
就是 P I E 啦。蘋果 Pie Apple Pie Apple A P P L E Pie P I E， 我們就完成了 Starters 入面兩個的生字 Apple Pie。去到影片的最尾， Uncle Wilson 都想教大家一个英文的 idiom 谚语， An apple a day keeps doctor away。 好，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中文，一日一苹果，医生远离我。其实这句的 idiom 意思就是鼓励大家多点吃生果，这样你就有强健的体魄，强健的身体，那你没那么容易病，也不需要经常去看医生啦。拜拜。如果喜歡 Uncle Wilson 的影片，可以 like 和 share， 如果有什麼字想學都可以 comment 告訴我，最重要就是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 拜拜。